电竞12月14日去，在年底转会期的大潮里，各家俱乐部一波接一波的官宣，让粉丝们几家欢喜几家忧。一边是部分战队接连宣布新选手加盟，另一边则是部分战队的老阵容纷纷离散。继 SMLZ 前日宣布离开 RW 战队后，今日凌晨 RW 战队再度官宣中单选手就因离队。以下为微博原文：在充分尊重选手自身意愿的情况下， RW 俱乐部与对应选手达成一致，新赛季对应选手将不再代表 RW 俱乐部征战。感谢初代侠盗勇士金太相的付出与努力，希望金姑姑能早日实现世界赛梦想。 For we fought that dream Super Carry Point。 犹记得在舰队之初，这支 RW 一度吸引了无数 LPL 粉丝的目光。 SMLZ与对应的双 C 阵容光将 Mouse 领衔上单，从舰队开始就被称职为银河战舰的 RW 在这一年的联赛中为我们奉献了无数个难忘的赛事画面。犹记得洲际赛上就因一手中单克烈配合 RW 众队员挽狂澜，于力道帮助 LPL 拿到关键性的一分，但夏季总决赛上的失利让这支队伍失去了锋锐。转会期的到来， RW 银河战舰开始分崩四散，队内选手相继断开，连接成为灰色画面。 Flawless SMLT 队伍纷纷离队，另觅东家，而上单 Mouse 前途未卜。至此，这支曾经意气风发的 RW 分崩离析，初代侠盗勇士宣告落幕，令人嗟叹，不由让人想起一句话：去世一轮卷，散落满天星。粉丝们在该条官宣的地步纷纷留言表示对于初代阵容的怀念，而如今老阵容已经接近全散的 RW